我今日是来这广告，因为我无想要让我爸尴尬。阮哥做起我顾哩，我就甲伊拍歹关系。爸，建龙啊，安奈遐嘛才阁倒来，我来看卖啊，是毋是甲我约的同款啊？那困袂落？我知啦，阿维新来我的公司看我，阿哥因为嘉文的代志甲咱冤家哦，一定超烦恼的。伊会甲讲安尼拍歹咱甲维新的感情，甚至有可能因为安尼，伊就更加唔肯接受治疗，对吧？无唔对啦，也毋过哦，干那烦恼嘛无路用，问题在想办法讲看要安怎来解决啦。啊，就安尼住回来了，我嘛是安尼一直甲恁小妹安慰。该讲的哦，我拢总讲啊，伊都是听袂落去，干那声声句句啦，伊连讲什么哦，我看吴小姐是比看伊哦，佫较重要。讲什么哦，我拢哦，无法度能够体会到伊的感受啦。唉，我拢想讲哦，我这做老爸安尼，敢讲哦，要做好一个安尼查某囝来相信我，有变到遐尼啊困难吗？那是为生啊，为家己的身家，嘛有伊目的啦。你若即马就甲讲，你无条件，甲所有财产拢给伊，嘛答应伊甲你正话结婚咯。我甲你保证，伊一定随甲你讲，讲伊有感受到你的爱。啊，不过咱拢知影，迄条毋是真正咧爱维新啊，迄是对伊乌爸母，迄是甲放弃。祝福是爱，限制嘛是爱，咱用对的方式去爱维新就对。你咧讲啥？我听拢。你限制维新，莫予伊财产，莫予伊甲你查甫人结婚，啊，才来予伊安尼来怨叹我。你讲安尼是对的，哈？啊，你讲什么？我哪里来答应伊财产，予伊，予伊来甲伊结婚，啊，予伊来安尼感谢我，我安尼做安尼是唔对的，哈？这对唔对吼，拢无法度通去讲一个定论啦。我即摆刚才讲哦，我安尼愈来啊。对恁小妹啊，就是愈来愈无法度通放心啦。爸，你放心啦，等卫生看清楚李建华的面貌，伊就会觉醒啦。我要等到什么时阵？干那咱为着你哦，要听你安尼讲一个心内话，我来等伊二三年。今麦若搁恁小妹安尼误解，我若要搁安尼等伊讲出心内话，我唔来搁等一个一二三年。我有偌济一二十年通好等，我安尼哦无用一世人。若要讲伫这生意界哦，我那是有头有面的呢。竟然连咱厝内面一寡这亲情，我都无法度通去处理。想来到底，我真正是白活的。爸，莫胡白想啊！人拢会拄到，毋知要安怎处理的状况啊！啊，这个时阵啊，就要等一下。机会若来啊，问题就解决。啊，你看，我即马毋是定定转来接家。你会转来接家哦，我来感谢吴小姐啦。所以哦，若要讲起来哦，我在是哦，对也真歹势。对啦，啊，这吴小姐，伊是安怎来讲啊？定定爱做便当互你食。啊，又讲啦。伊讲哦，伊安尼鼓励你哦，食便当哦，就是哦，不要你安尼三顿食外口啦。啊是讲哦，伊安尼讲哦，我实在无啥要相信啦。你两个是不是在谈恋爱？以后我表达感情的这件代志，我嘛希望你莫甲任何人提起。我惊哦，造成无必要的困扰。无啦，啊就进前哦，伫我的公司上班啊，就讲逐天做便当给我吃，啊后来代志变安尼啦，我就甲讲哦，讲话就爱算话，就做便当给我吃。就安尼，就安尼啊。啊唔过爸，后盖哦，你看到嘉文的时阵，莫阁问伊啊，我惊人歹势。哦，好啦。爸，啊卡叔这是真的呢。是啥物真诶？哦，
你是在讲我拄只咧讲恁谈恋爱的代志啊？哦，阿那，你安怎？我头壳都摸你笑。为什么吴小姐不好？哇，吴小姐哦是真好啦。问题哦，伊过去是甲李建华人阿母，那就是李建华这关系啊。恁小妹啊，才会安尼遐尼啊怨恨伊。假使一天恁阿爷谈恋爱啦，佮结婚，以后恁大家是变阿大做伙，以后恁这几个人是变阿互相面对。所以你也反对？吴小姐实在真优秀，我嘛真信伊，也我嘛真感谢伊。所以啊，我去你公司安尼几条抓了，实在讲哦，我嘛真希望讲恁两个人当交往。你有安尼想过？我也真也是有安尼想过啦。也毋过哦，即卖代志安尼变到遐尼啊复杂来，我哦就实在讲，我毋敢遐想啦。也我嘛无反对讲哦，你嫁来哦，我只是讲内心哦，毋知。想要安怎完全来接受伊？好啦好啦，你先莫烦恼啦，莫安尼慢头加加，我着问一个尔。即马上重要哦，是爱甲卫生的情绪处理好势。啊，卫生人呢？啊，咱咧住倒来时哦，着拢困伫个房间。你哪有在着？你着站起来啊！你若是站起来，我就伫遮，互你用脚踢到死。你站起来啊！伊竟然敢甲我呛声，若毋是惊代志变空，我一定踢到互伊叫假。吴佳文，我是绝对无可能放你煞。三信的啊，信泽，后脚又供了，来了，来。好啊，我有代志，你当出去啊。我哪会当放心离开啦？啊，你拄仔啥哪会跑到伫遮？我无想要甲你讲。你是搁咧生气哦？对啊，谁叫你哦？为何吴佳文比关心我这个小妹搁较济啊？根本就无要紧我的死活，我哪有可能不要紧你啦？明明就是有，啊，若无你拄仔就应该问我讲，我摔了有严重无？啊，是我倒位摔一个受伤，毋是问我奇怪的问题，讲是安怎哦？我会摔在遐？我重点是咧怀疑啥？啊，你拄仔跋倒伫遮，落去伫迄边诶，你是安怎跋倒诶？讲话就讲话，为什么要吞吞吐吐的？我就想要做复健啊！我就想讲双手起来，看是不是会当把我家己捡起来。我哪会知影，我的脚就完全无开来，我唔着摔滑倒啊！所以你竟会当站起来？医生讲了无唔着，伊讲你复原的状况袂歹。是倒咧袂歹啊！我就根本无法度站起来，若真正袂歹，我就袂跋倒啊！你哦，真正拢无法度体谅我的心情呢。好啦好啦，你先莫激动啦。啊，是讲这枕头哪会伫遮？你用的？我拄仔要复健进前，无说你去磕着的，枕头就落在遐。啊，你写遐尔远？敢有受伤？一直足疼的哦。啊，我无要紧啊，你唔免管我啦。啊，是讲你来我的房间要创啥啦？当然是来关心你啊。想袂到看到你安尼偷偷的复健，原来你嘛想要赶紧好起来啊。当然啊，
我当然嘛是想讲，赶紧好起来啦。那是安尼，为什么无要去病院啊？啊，你一个人伫咧厝内底附近，嘛无别人甲你保护，来受伤是安怎？你唔免劝我，我已经讲过足侪次了，除非你甲爸哦替我对付吴家文，啊，若无我是无可能去看医生的。你安尼真正足奇怪，你是倒位奇怪？啊，本来就足奇怪啊！你想要好起来，为什么无要去病院？啊，一个人伫咧厝内底，无去予医生甲你斗相共。你安尼实在是足矛盾的呢！你到底想要好起来，是无想要好起来？我规定哦，恁安尼为何吴家文，我就是无欢喜，我就是无想要看医生啊！你哪会伫提家己的身体咧赌气啦？凊彩你安怎讲啦？规定即摆我的想法就是安尼啦。你若是要继续为何吴家文，就莫管我啊！你较冷静，我来哦是要关心你，不是要让你生气。既然是安尼，就莫阁提吴家文的代志来刺激我。好啊，我袂阁讲啊。我干呐希望你知影，我是甲较早同款，遐尔爱。请你哦，莫爱你家己，予你家己一个好啊治疗的机会。我差一点仔就变空啊！希望各位前辈唔通怀疑才好。你讲安怎？卫生单看起来无亲像是为轮椅设计，而且就算讲是为轮椅设计，嘛袂离轮椅遐尔远啦。啊，卫生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你赶紧把代志给调查清楚，有结果时啊，随时都让我知影。爸，公司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到底是安怎了，爸？阿娘呢？自从恁小妹无入去公司了，规个社拢总安尼乱吵吵，我着要求这财务长啊去甲查。结果查出来这小淡薄问题，所以我叫伊赶紧去查清楚，看问题到底出在倒位。爸，啊，即阵啊，卫生无去上班哦，伊一个人负责公司内底大大小小代志，伊辛苦啊。我即摆只要讲恁小妹当然赶紧复原，我这做老爸来当然承担咯，我就加较承担一寡。爸，恁若需要斗相共，你就甲我讲。我嘛希望家己当退出来，再做一挂代志。但啊，你即马家己也换一间公司，你也无可能讲安尼放下钱哦，安尼就来个斗三工啊！啊，还是讲，回工作回来，爸爸嘛是无讲哦，你当然都当还咱家己厝的公司。王金啊，我知啦，我知你比较爱踮你家己公司发展。是讲哦，你为了心意哦，爸爸真欢喜啊。对啦，啊你安尼拄只，你为恁小妹房间了，安怎？以后你受气无？我拄仔入去的时阵看到伊啊，跋倒伫个涂骹啦，啊不过即摆无代志啊。跋倒？爸，你先卖入去，让伊的心情较平静的啦，啊。我，啊即摆当需要人来照顾啊，那会叫我卖入去啦？阿姨即马甲所有代志拢怪予嘉文啊，嘛怪咱哦，一直替嘉文讲话啊。你即马哩，顶多是刺激着伊。阿姨安尼跋脚要紧无？有需要带伊看医生啊无？无啦，看起来拢无代志，而且算起来哦，嘛算讲是好消息。但你是咧讲啥？让人跋倒，啥物哩好消息？伊是因为家己想要复健才跋倒。想要复健？对啦对啦，
拄仔甲我讲哦，是想要家己用手，啊慢慢的甲家己建起来，啊毋过脚步来才跋倒。啊是啊，啊若较想要复健，这是真好个代志啊。安尼，咱应该是毋是来安排赶紧找伊来医生看才对。我较苦劝啊，啊毋过也是同款，坚持哦，爱先对付嘉文，嘉文才是对。这查囡仔是安怎变个遐尔固执？啊，不过至少伊即马知影要紧家己的身体啊，这就是好代志，反正阮是有机会啊，咱就慢慢来想办法，安怎甲考劝就好啊。会啦，我会好好甲伊考劝。是讲哦，你做大爷的人，你若有时间哦，嘛去找伊的主治医师，甲伊请教一下，看后壁要安怎行，要安怎甲伊医治哦，对伊较有帮助。好，我知。